林伢来了啊，赶紧接着梦林伢啊，来，以后上咱家来都不用拿东西。没人钱没买的吗？姨姨，谢谢叔叔。我宝宝，都赶紧上屋去吧，屋里炉子暖和。嗯，这衣服还赶着吧？啊，我前面都去卖衣裳了。上午吧，外头风凉溜的。啊，这要降温了。嗯。林伢。柴火多涨点，要不然不暖和。哦，比如说你趁那边涨。嗯。哥。啊。你们羊多少钱啊？你都不用给老太太买。买吧，反正过年来咱家这边做亲戚的嘛，就当提前买梨了。买梨也不用买整只羊。就是啊，都不用买，而且那一只羊我已经给人家送回去了呀。前几天咱妈过生日都没来，总算要买点东西的。你都不用恁路数，知道不？是的。啊。恁先搁这坐着。我去给那甘蔗还有草莓拿进来的，恁尝尝。啊，中，那两个烤肉不管出去一下啊。好。嗯。拿这种碗呢，这碗呢不太好卖。嗯，你今天没卖多少斤啊？差不多有两捆吧，80斤。咦，那也不赖嘛。啊，咦，别拿草莓了，这一碗都20块的。那一碗小的尝尝嘛。哟，啥？你又来干啥了？你说的啥呀？我听雨露说领羊来了。啊，搁屋里。咱买这些甘蔗了，这是我出去卖的。哟，这还有这些草莓了。这，你别吃，这可贵呀。贵，你妈吃了都不装。这一粒30块，你要吃我敬佩。看你抠成啥了？这都有成本的，你要一吃我都没法弄了。你别吃。你别啰嗦，赶紧给李院喊过来去，我有事儿。那我得先给这拿过去，这都，哎呦，这都不能卖东西，都叫恁吃吃。我吃点啥，丽丽？咱俩过来了。啊！你等会儿别搁那买东西啊！你要这次搁那买羊了，下回你也搁买4轮，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都不敢来了。没有啊。人家咋不敢来呀？算了，你别说了。今个恁一百没搁家，也没法搁羊钱。要不你给这钱给我吧，等他回来了我再给他。妈，你别再提这事了，中不中？你要实在想吃羊了，我去给你买100块钱的，中不？有，吃俩草莓你都不愿意，还给我搁羊肉了。我不适应，我叫林阳过来钱掏了算了。林阳，赶紧你打电话，不是还有事的吗？你先走呗。啊，你一路。我家来你就走了，别走路了。一路，你去送送他，去吧。给他干吃那种。啊。那种。掏了再说。哎呦，你先小点声，这过年的你别吵吵了，中不中？哟，你看看林阳了，真，我跟他说快，打理都不打理我。妈，你。就你这好劲，谁能搭理你，知道不？我看着医生啊，你慢慢要钱呢，谁也真的。我不管了，这羊已经瘦成这了，你不光掏钱，我跟你说，受不了。这羊我给你买，中不中？你别再找领羊的事了。中，既然你说这，我都等着你。啊、等着、哦。这是领羊哪里不？老哪里连哪院不去的呀？挑这。这是叫小孩们哪里？你看你，哎呦，你咋这好劲儿嘞？不好劲儿。咦、哎。哎呀，哪里哪有你这？你这是，妈呀！你是这好劲儿嘞！我吃的回家，还怪我给你拿一块给你背着。哎呦，我真是没有见过你这老太太。哎呦，哼！赶紧给这大门清安上，清是不叫他再老来了，知道不？等我要是再哪天出去了，他要来了，你说恁要吵架咋办呀？哎呦！主要是这两天这个水泥是上着冻的，没法安。哎呦，真服气了。林阳他们走了吗？不是。走了了，我叫甘蔗他们拿回去了。中儿，上午吧。哎呦，我今天听见你说要给他买羊了。是的，今儿个雨露给咱里面送羊肉，那羊也瘦了，我看见咱里面也不太愿意。而且你看。我要去卖甘蔗去了，他要再来找你事也挺麻烦的，干脆我就给那羊买下来，当着个杀了买肉，再能挣一套下去。不挣钱，不挣钱嘛，但是咱能挣一套下去，是不是？到时候再给老太太一会儿打点肉，这事不是算过去了？要不然他天天来找你麻烦，我想也不中。他那一块肉他愿意不？他不是要整个羊吗？现在主要是给人家羊饿瘦了，你说得给人家个交代，是不是？当时称了称。就是90多斤，将近100斤，也就是1600多块钱。到时候咱卖肉，也应该能给钱卖回来，中不？那你看着办吧。啊。那你搁家吧，我去再去卖会儿甘蔗去。中啊。啊。这不卖1.6块一斤甘蔗，
这会儿能赚着钱是吧？能赚一斤，赚好几毛。